上車。我大鏡睇到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Adder， 爱人不是一个车兵，只是 BOB，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。巴士很厉害，更大声了。欢迎回到来我的乱乱拍系列，这个影片不讲车，今天是来拍拍给你们看看我的工作。事隔两年半，因为 MCO 的关系，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让我无法继续工作下去。如果你们有关注我很久的朋友们，你都知道我曾经是带中国团，也是说中国来的客人是我在这边接他们旅游的。现在中国是不能出来，香港、台湾都不能出来，所以我今天是接的本地团，是从沙拉瓦民都路飞过来的客人哈。所以你看我正色服装，这身服装就是一个 Malaysia 最出名的 Batik。 那么这是我的导游证，两年半了没试过拿麦，然后也没有穿上这身衣服，所以你看幸好还穿得下哦，你看没了我还穿得下。所以我的客人的班机是一点降落的，所以我现在一点钟我就要去楼上去接他们机了，所以我去楼上三楼了， Let's go。先对的去机场接的跟我哈，记录一下生活放 YouTube。 哟，来到这边呢就是葡萄牙古城门了，6:20左右做完这里的之后，我就要送客人回酒店啦。今晚晚餐自理啦。我今天刚刚走一下，就看到我的 Instagram 那边呢，就有人问我，其实考导游是怎么样？导游不容易考，也可以讲很容易考，只要是你的历史要够好咯。我这张牌照呢，你会看到一个 C， 看到吧？代表 Chinese， 因为我是考中文牌的，然后我考试呢的题目虽然是英语，但是我答的题目都是中文，因为我是考中文的嘛。那么它就分为两种考试，一个是讲的，一个是写的。然后讲方面又可以分在室内讲，还有在巴士上讲。简单来讲呢，在巴士上面司机走到哪里，你就要讲到哪里咯，车到哪里你就要讲到哪里咯，就是这么简单咯。也可以讲呢，就是他要考你的临场的反应啦。当然，当导游是要考试的。哎呀，这里很多声音了哈，等一下再讲 ，OK。终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了。简单来讲呢，如果你今天要考导游，你必须要先上6个月的课程啊。这个课程是可以去找旅游学院呐。如果你在 KL 的话，我就介绍你是 GIT、Green City 或者是 Travex， 这三间都是比较出名的。先上课，然后去安排考试。那考试方面的话，就有分 objective 和 subjective。讲的方面呢，你必须要在室内讲解，巴士上面讲解，要 pass 了之后，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一个执照了。有了这个执照，你就可以去带团了。哇！帮你攞啊！得，冇问题。早安啊各位，今天是第二天，我们今天早上行程就是要从马六甲去到 Kuala Selangor 吃个海鲜午餐，然后我们就会去 Sekinjang 看稻米，我们就会去 Bagan Datoh 去 check in， 又是一个非常活力充沛的早晨了，7:30出发， Let's go。Good morning. Hi, good morning. 早晨。
这么大间 food court 让客人吃早餐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 after MCO 之后呢，很多酒店没有做这个 buffet 啊，他们就会把食物送到你房间，然后送的都是炒面啊，还是拿西冷麦还是什么，所以公司呢就决定把钱退给客人，带他们来 food court 这边吃。巴士跟 lorry 的 law 是可能这两条路吧，你不可以去外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外面有警察看到是可以直接杀满你啊，抓你那些，尴尬了。那边 lorry 跟这个 iris 的速度是一样快，那我们现在想要快哦，快不到，怎么办？你要我搁哪里？左边还是右边？真的是很惨的，你知道吗？驾车人哦，真的要想想一下后面的人的感受，而且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面的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茶室，人家在等你的位置，但是你就是不要让人家那个位置，你就给人家等哦。驾驶也是一样哦，这种人就是让人家等哦。我慢我的事，你有本事你割我了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巴士没办法吗？哎，真的难了，真的难了。踩油吧，油不贵，现在九五还是很便宜的，去吧去吧。到我这边哦，没有钱过多哦，这个不是扣一窝了的吗？只要有 RFID 的地方，你来搭全国都是扣一窝了的吗？然后来到这边 bugging 才能，哎呀，然后让到我们巴士又要退，以后你看我们尿酸狗狗哎累哦。这是我们的导游餐。OK， 有吃饱，上车睡觉。下车尿尿。下车尿尿。三二一，来，三二一 ，OK， 好。在 Skinchan 里面有两个非常大的工厂啊，所以我来到其中这一间。Skinchan 翻译过来就叫四耕庄了，适合的适，耕种的耕，庄这个就是庄，意思也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适合耕种的庄。我来到这个月份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在一到二月的时候啊，这里就会做清理还有休息，三月份开始他们就会耕种，六月份呢他就会进行收割，所以在五到六月份左右，在他收割之前的样子就是长得这么样金黄色的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正式时候，今天是五月三十一号，它还没有收割。把它跟着动 ，Let's go， 可以做好，我们走了。Hello。
们就刚刚在这边附近下船慢慢走过来，大概是每一天呢、都会有退潮的时候跟涨潮的时候嘛，然后他们会在海中间突然有一个比较浅的地方等慢慢退潮，它就形成了好像一面镜子这样，照相的时候呢就可以形成了所谓的天空之镜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退潮，现在小妹妹他们在挖洞啊这样子的，把我们手机放在里面，然后人站在这边就可以形成了倒影，有没有？现在已经是开始慢慢退下去了啦。佳丽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。小康啊，天地动啊，命运就在我手中啊！终于能够让我赶上这个茶园景点。我们这个之后就没有得走景点了的，因为已经关了的。我们就吃个晚餐，然后我们回酒店。整个金马仑有两个最大的茶园，一个是叫巴拉，一个是叫波。来到金马仑怎么不吃火锅呢？你看，整排都是火锅店呢、饭都不要吃了。Day 4Yo, good morning everyone. 今天是第四天，然后我们就会去这里的巴萨啦，这里的 cactus farm, strawberry farm, 玫瑰园啦， lavender farm 等等的哈。那今天会把所有的行程给走完，然后我们就回去 KL 啦。然后很奇怪的是哈，在这个 KL 呢，一点行程都没有。等一下大概我四五点钟 check in 酒店了之后，我就放工啦，因为他们没有包午餐，没有包晚餐呢，所以轻松吧。今天他们住了最后一晚在 KL 呢，之后呢，明天就会飞回去沙拉瓦啦。这个五天的行程算是轻松的，仙人掌。圆了，这种小小的仙人掌是可以带回家的，买回去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有一位客人哦，他是仙人掌的痴迷 ，best。哇 ，M girls 有来过，四千金有来过，名人都有来过。几时把我照片放上去？几时？你说几时？哇，我看到这里卖很多蛋糕，很多颜色，我就。买了一个提拉米苏，哇！原来这个现在新的巴萨变到这样去了，很整齐，很漂亮。玫瑰啊，玫瑰，枝头美啊。其实啊，做导游啊，很多东西要顾虑，除了顾虑时间，就是你在景点放的时间多少，行程要怎么走，你不可能从东到去西，西到东了嘛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从 A、B、C 慢慢走下去才顺路的嘛。然后还要顾虑到你的餐厅时间啊，你吃饭会不会太晚呐、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包括巴士停在哪里，你都是要注意的，因为你要让客人知道哪里上车，哪里集合，是很多很多。所以啊，头脑。Multitasking， 那这么大辆巴士7700cc 的排气量，你们猜一下它的 road tax 要付多少钱？给你们五秒钟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都错了，10块钱。你不信啊？你看一下，这是半年的哈，所以一年就是10块钱。为什么这么大辆巴士10块钱呢？因为我们是 bus Bersiaran， 底部青青色的都是旅游巴士，只要你是 Bersiaran 旅游巴士的话，就不管你的排量是多少， road tax 都是一律10块钱。曾经小的时候，妈妈带我去算命啊，算命先生说你的儿子以后呢，长大了很有前途，有大将之风，非常有老板的样子，领导的样子，后面跟着一批人马，出入有专车接送，时常去旅游哈，走路走到最前面，后面跟着一批人马，结果就当了导游。这是我觉得金马仑最漂亮的一个景点，它叫做 Lavender Farm， 大家这边不可以忘记吃这个 Lavender 的 ice cream。味道像茶底水，有一点点啊，有些人这样子讲，每天的最好最漂亮的地方做的比较像外国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喜欢来的。
们来看一下巴士轮胎的 size， 这是后轮，有两粒265 80 R22.5 十个呢。哇哦，整个巴士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轮。巴士一粒轮胎的价钱呢，如果是拿 Bridgestone 那些呢，是大概1300块啊，如果是买 Michelin 的话呢，大概是1500到1600左右一条一条啊。如果你这样子整天跑的话呢，大概3个月到半年左右就用完了。放工，现在是6:30，来到 KL， 端午节了，领队请我吃粽子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哇，哇，厕所，哇，房间，哇，总统室的套房桌子，哇，哇，什么来的这个？怎么讲了？这个是我的酒店吗？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星期五了，今天就要送团让他们回去沙拉越了。但是很可惜哦，他的这个班机哦，从原本的12点钟变成了下午10点钟，我们就比较迟 check out 了。然后这段时间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就去机场附近的这个 Missy Outlet， 然后就让他们先逛街啊，自理一个午餐啊，我们就直接去机场。这两年半的 MCO 哦，让我领悟了一件事情，不要乱吃东西。你看我的衣服这么紧 ，Oh my god！ 我每个衣服啊，原本是穿的 fit fit 的，现在哎呦，你看紧紧的，够力了，什么肥肉都看得出来了。工作5天，你看快乐时候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手说拜拜，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的。最后一天最不舍得的事情就是要回家了。上镜了，上镜了，上镜了，上镜了。OK 啊 ，OK 啊。吃的很大咯。Missy Allen 吃饭，耶！帮他们自由活动，1:30我们上车了。好，我带你们上去来。OK， 快乐的时候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手说拜拜，天四爷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，耶！这几天非常顺利，没有塞车，没有任何的小意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司机大哥 Nelson 拍拍一个 vlog 给你们看看。我的工作试了2年半之后，我的宝刀真的还没有老啊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